你知道的太多了，我限你在3秒钟之内忘记我现在的样子。限你3秒忘记我，吴孟达的电影不止好笑，台词还流传至今。来人，为两位公子吃饼。另外，在酒品芝麻官被塞满嘴饼，吴孟达居然蹦出这一句：“我肚子还有点饿。”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。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 这些台词不止老戏迷朗朗上口，还被年轻网友拿来当梗图。搞定了没有？搞定了！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我还没上车，京剧流传至今，还做成梗图。到底哪里有趣？懂网路梗的就会明白。比牛肉会便宜，你要求他这个地方。还有这句话，网路乡民超爱用，再在这名达叔夸张搞笑演技，年代久远都不失流行。我不怕。 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。娘子，跟牛魔王出来开上帝。网友发起一人一句悼念达叔，吴孟达过世后，这些搞笑片段在网络成为热搜，但影迷笑着笑着就哭了。你看我的样子，可能很严肃了。可是我可以吴孟达，别人说。 那个吴孟达你怎么配出那个？对啊，整个把吴孟达配活了，就是配出那喜剧那个味道。对，还有人想到他，吴孟达御用国语配音胡立成，当年将达叔滑稽演技透过声音表情发挥到极致，但他早在6年前就离开人世，影迷感叹这两人能在天堂相遇了。东森新闻，徐一奇、陈依怡综合报道。